像吞吞吞难拿，比我小时候玩的水枪还刚。现在的大牌是请不起包装设计师吗？这么好用的产品为什么要配那么难用的包装？今天2块钱拯救这些垃圾设计。 Make Up Forever 定妆喷雾，众所周知定妆效果没得说，喷头难用的是除了比我小时候玩的水枪还刚，就怕我刚化好的妆花不掉。你们上网买个15块钱的喷壶，把这个拆开对进去，一秒回春。它这个喷雾就是细的，不好意思太细了，好像看不出来。重来，就这效果，我还用喝什么吗？平常也可以往里装点化妆水啊，洗完脸的时候喷一喷，真不比那好几百的补水一差。哼，还有这个悦目之源的金箍水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这是师出同门吗？为了让我快点用完换新的，真的是绞尽脑汁呢。就打开直接是这么大一个口子，然后倒的时候看，这吞吞吞吞吞，简直就是一个洒水车。这几百块的化妆水，我的钱包不要面子的呗？装上这个8块钱的耐压头之后，立马回春，那多少出多少，就一个字，绝。最后一位压轴选手，嗨。那是粉饼，用心做粉饼，用脚做粉扑。它这个不光是说难取粉，它还很难拿，就是你要这样子把它揪起来，就这么薄一片。每一次取粉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求了个寂寞。但是我找到了它的绝配，新到了这个粉扑，爷青回，它的大小，哦，我都怀疑它专门为它生产的，刚刚好。那么盒子也能盖上，好拿，好取粉。巨软巨舒服，刷粉能力不输100块的 CPB。 如果你们的手里有什么配套的粉扑不好用，你们就可以上某宝去搜一下，然后按照那个大小买回来，反正我都觉得比原配好用。还有啥反人类的化妆品设计告诉我，就我帮你们解决。